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台湾知名的设计师 INF Oakley Storywear燕翎国际设计师品牌 Deploy， 以永续时尚为主题的服装，从原料到设计都注入了循环这样子的概念。国际超模林佳琪所领军的永续时尚秀。希望借着永续来传达新北对纺织业对时尚业的一个支持，尤其新北在推一个永续城市里面，把 SDGs 这17项指标不遗忘任何一个人，作为我们在这个城市跟国际接轨最大的一个力量。